我真比他一个眼大一个眼小，鼻子歪的嘴揪的，我比那二的看了第二天吧。你说我丑，谁要喊我帅哥，我听到真高兴。欢迎风姐，你说我丑，我能爱吗？谢谢风姐关注，3900人，大家一起帮我点赞，我手机拿来点赞，给我点赞，点够1万赞，我手机等1个小时都下播，要睡觉，昨晚瞌也没睡好。这个多少人？这个22了吗？靠谁？22，我马上8月15了哎，马上8月15了，在有点准备8月15杀距离，是嘞。大家给我点点赞，没点关注给我点点关注，明儿中秋。我杀猪，我发视频，们都能看一道，我直播们看一道，对吧？看看秀才，天天学，老婆就，老婆，那女的她不比我漂亮，我要她呗，简单点儿，那长得一脸麻子那屋的，秀才要呗。你要是个男人，人那一脸麻子叫你要你要呗，那晚上下两手呗。他不比我漂亮点咋搞的？不比我漂亮点，他能嫁得掉吗？男人说干活累的，忘了显老。男人要没干活，男人还不显老的你。女人都是18那两年，你叫我说对吧？我老说我拐的哈，你总说秀才好的，秀才整心里听到总结字儿，对吧？你说秀才好的，秀才三条裤子脱两条跟，到俺看举头，你净说我好的，我偷偷的跟包里再给你塞一块。对吧？得说会事儿。血简单点儿，血的健康，你要懂得，血是健康的代表，健康的象征，对吧？俺们血晒的血，俺们不用去补钙的，自然界中。俺们能合成钙，那人我感觉有一太憋狠了，男人真不能憋狠了，憋狠了是一种病态，你看着，你害怕，憋的人连血身上连血都没跌，你说你都忘了害怕不？我也不是说我黑，我自己学黑好的，黑男人黑的，女人不黑。女人憋着，对吧？女人黑了她，人家说一憋遮三丑。女人，都是的，我看看，他叫啥子？简单，我找他，我往他上来，我看看你啥味儿。我靠，你老血，我这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看不着了。丑人不敢上位，对，确实呢，刚才那个还不如我，对吧？
哪来自信拿选人家拐的呢？我感觉男人黑点正常，看我公屏后跑的，对对，都是你把那字打出来是叫他上麦靠着黑跑了，然后就找不到他了，我来找都找不到他。秀才也算不错的啊，你们看，人家学我再赖，秀才抗打击，男的很正常是吧？对，哈哈，再对，男的真太憋了，我等于给人感到不舒服，慌点儿狠点儿，不能太慌狠了，那在憋卡的那里，都是不健康的象征，常年见不到太阳的，对吧？个别地方常年不见太阳可以，你不能整个人不常年不见太阳那种感觉啊。男人都要抛头露面的，对吧？你要身上衣服穿好点，衣身上没晒黑那也可以。谢谢杨秀姐送的灯牌。有的男的，哎呀，手也憋得很，那脸也憋得很，小白脸儿。我长得丑，你当场没嫁我呀？我长得丑，这时候你嫌我长得丑，我那当初我都最丑啊。我当初年轻时候不也帅嘞？我这次把所有的家务活所有的重活我一个人给扛下来了，所有要吵的心我给扛下来了。哦，我嫌老点，你都说我丑，我当初都在丑啊，我当初在丑，你咋是嫁我的？你那当初眼瞎了啊？净学些人家不爱听的话。俺们都长这样，一不要化妆品，二不要肥皂，洗脸那谁抹一把都好了。手机你给我，你搁那，你搁那。光一年洗刷毛巾，俺们一年都省多少子？你看看你们女人一年多花多少钱？实验室人你咋那坏？公摊面积。下午送米，我到双流，到黄山，我刚坐车，在车上坐着晃晃，我见见人。现在也还年轻的啊，杨姐。我这干活晒黑了啊，累的牙也飘了啊，他都嫌我了。年幼夫妻老来伴儿，现在你嫌我老了，你看看，嗯，我你都跟学你多爱小孩样，把人家学我丑，你也跟他学我丑哎。实验室人是谁个？你咋这坏啊？你这么来学？你看我现在不上40岁啊？哎，这杨秀姐学的我真爱听。
玩手肘。你手玩？啥跟的？手机真割了还拿来？拿上手机。